你搁这舞狮呢？可以把你的玩具让给我玩一下吗？给我玩一下，还舍不得。这么小气，玩一下你玩具，好吧？我碰一下他，用手拿一下。你什么眼神？玩一下玩具怎么了？有这么喜欢吗？让我玩一下，别按着，让我玩一下，松嘴啊！玩一下你玩具怎么了？他奶奶的，玩一下行不行，小十一？回答我，给我玩一下。他用手按着这条狗。给我不？他为什么会给你呀？那不然呢？是不？要不然给你呀？再给我不？我拿走了，拿走了。乖个，哎呦，乖！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这么对我，我天天给你喂饭呢，你以后没饭吃。